都一起看电影了，在一起散个步怎么了？服务要全套。服务？我服务你吗？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正表现的到底是谁啊？我吗？<咳>我突然想坐车了。 刚刚那一幕是美到他了吗？但是，这大庭广众的，这么拥吻不太好吧？会带坏小孩子吧？哎，有时候男人情不自禁的侵略性，真令人发愁。干嘛？以为我要吻你啊？ 对啊，不行吗？我可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的习惯。早知道刚才就上车。不知不觉倔强的嘴角，不早不晚等一个拥抱，不知不觉已熟悉了。 你的味道，不冷不热，恒温的依靠，不声不响，控制了步调。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？No， 我拿我手机干什么？ 你该不会觉得我对他们有想法吧？那倒是没有，我是觉得全世界的男的都对你有意思。我绝对没有。嗯。 你要是这么觉得呢，我也没办法。怎么听起来我像个渣女？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反正我跟他们就是普通朋友。